巡回演唱会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最终站在11月1号唱到了高雄巨蛋。与高雄有深厚情感的苏打绿，有感于先前发生的气包事件，特别与制作团队经过2个月的筹划，设计了独家城市影片，在一开场播放，通过美丽的在地景观和清风亲笔写的字样，来为高雄乡亲加油打气。在你们记忆里面的高雄是不是也是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样子？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做法，我们不太喜欢端出台面给大家看，所以就是用影片这种方式默默的置入在这个演唱会里面，表达一下我们的爱。因为我们不是会宣告我们就是捐了多少，或者做很多表面功夫的人。我有收到一些讯息，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不只是一个，很多他们都希望能在演唱会的时候帮他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打气，因为他们的朋友可能经历了病痛，或者是经历了生离死别，然后希望可以在台上为他们加油打气。但因为有真的蛮多这样的状况，所以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名字念出来。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或者是你自己今天需要一点点力量的话，接下来这三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们心目中的高雄。但是10周年的曲目都算是蛮固定的，我们几乎每一站都没有更改。然后因为这次是10周年嘛，所以我们就想说选出来这些就不要有让它，因为我们以往的演唱会真的每一场都会唱不一样的歌，但我们这次想说换一个作风，我们就是全部都规格化的感觉，但是每一首歌我们都一定是做到最精致最完美的，对，我们心中最完美的状态。那选在高雄当最后一站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中间其实大家会经历过一些不太好的伤痛的事情。那这个影片呢，其实我们不是会在台面上很高调说我们提供什么帮助的人，虽然我们其实都有做，但能够在影片上面呈现比较符合我们就是华美而低调的个性。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收到我们的用心。无论是用说的还是唱的，苏打绿展现他们最真挚的诚意，表达对高雄的心疼和厚爱，让到场的打粉都深刻感受到传递而来的那股力量。就算歌单曲目和表演内容没有多大改变，只要拥有苏打绿那暖暖的带点亢奋的心意，以及成为一同倒数度过10周年最终场的指定对象，那真的就足够了。我知道那时候我们在进行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觉得很烦恼，因为实在是不知道要把什么样的歌曲呈现出来才是真正代表苏打绿的10周年。所以这次在选曲上面，我们其实也参考了我们自己的，就前面的第一趴的部分，我们参考了我们自己的网络点阅率，就是什么歌曲呢最多人看，什么歌曲最多人喜欢，我们就把这些歌曲选出来。因为我们有点希望就是一开始出场就要让大家可以很快的融入这个演唱会，然后很快的跟我们一起就是大合唱，所以这是选曲很极端的一个演唱会。对。
过完了第一阶段之后，就后面的考验真爱开始。网络连续剧的最后集，对，我们没有啦，没有，对，不是最后集，后面的歌曲真的是我们把我们想要呈现的视听与幻觉这件事情的歌曲出来、嗯。就是你在听苏打绿的歌曲的时候，你很适合有一些画面，然后很适合用这些画面，然后来捕捉，就是我们。到完全符合演唱会主题的视听觉响宴，每一个环节都让打粉享受在其中，怎样都不想结束。而同样不舍唱出最后一首歌的苏打绿，甚至还想今年也在高雄和大家一起跨年。这些看似难以达成宏愿，好在由高雄专属的许愿女神现身来帮忙完成。我们许愿的对象来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许愿池女神居居又到现场，居居。菊菊，我们好久不见，菊菊，菊菊，你有想我吗？菊菊，你真的好会做人哦，我也很想你，你今天来我好开心哦。那我可以跟你许愿，希望今年跨年一样可以在高雄度过吗？因为苏打绿跨年是最爱来高雄的，你们可以去查，几乎每一年都在高雄。只有当高雄不要苏打绿的时候，我们才去别的地方。什么话？不只是跨年，我们其实真的很常来高雄，包括小薇虽然一直号称高雄是她的故乡，但我觉得近年来我可能来高雄的次数比她多。我有去真爱码头哦。他有，但是你找到真爱，我没有啊。所以希望老天爷可以听到我的呼唤，菊菊可以给我真爱吗？又在那边乱许。这段呢，其实就是要来唱今天歌单上面的最后一首歌。等一下，如果你们很热情，我们还是会再出来啊。但是你们都知道，演唱会这个场地是有它的时间限制，所以不知道菊菊可不可以不要罚钱。许愿，这是我今天第三个愿望。我从来不过生日，我今年的我这32年来的生日愿望就许这三个。我累积32年来的愿望就是，菊菊女神啊，你请你听我说，我希望今年可以在高雄跨年。第二个愿望，我希望在高雄找到真爱。第三个愿望，希望今天不管唱多久都不要罚钱。丰富了。你等一下想听什么，我都唱给你听。只要你不嫌弃舞女，我也可以。而如此轻蔑的韩菊菊，以及大胆要求三个愿望，只有清风才做得到，也只有高雄，只有苏打绿才有的特权。在市长陈菊的允诺之下，本身就爱唱的苏打绿抛开超时罚钱的限制，点歌加码再加码，连小薇的老婆也被拖下海惹不啦。人来疯的清风到底还做了什么事，让全场小凡又陷入疯狂？广告回来，更多的苏打绿别错过喽！完全乐畅水的玉龙高雄采访报道。